离婚是一件耗时耗力的麻烦事，特别是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可能要将所有的时间、金钱、精力和当初美好的感情都要赔入去。因此，面对离婚争议，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协商和谈判，这样夫妻双方可以避免在法庭上对簿公堂，进而以和平的手段结束婚姻关系。面临婚姻问题的时候，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自己呢？敬请你锁定星期日晚上与儿童8点的天下中横谈，离婚放轻松。